用了一个水蓝加橘色，造成了一个灰蓝色调。嘴边不要太干，不要太湿，嘴边不要太湿，这里影子我们就带出来，不够重，加点橘，水蓝色。这个地方好，有了一个，那我们就洗一洗，水蓝加水，做了一个淡淡的，做一种补笔跟破坏，琐碎的东西整理成一种块面。好，到目前为止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就可以把一些小地方补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弄到这个地方。